节，四字招法，阴阳合抱，二法归一。剑随身肘，身随剑行，一似三化，无上无下，无前后，无内无外，印放收，神意一动千万里，剑锋一动鬼神愁。武当八卦剑，八卦飞龙剑，以武演道，以道显武，行宫走驾，轻柔舒展，沉稳多变，把艺术、健身、技击三性一体化，充分体现了武当内家拳、武当派剑法的奥妙。下面我把武当八卦飞龙剑演示一遍。下面我把武当八卦飞龙剑起势演示一遍。起势的动作名称叫画龙点睛，龙腾云海，现身八方。下面我讲解一下，
两腿并拢，站好，剑靠在左臂，剑尖稍往外展，全身放松，右脚慢慢向外，脚尖外展，左脚随之向左迈开，剑指手随势从身体右侧挑出，转头眼瞅剑指，剑指手徐徐上画，从右到左画一半圆，提起合圈，运行路线，剑指手画这画起，形成一个阴阳鱼，形成一个阴阳鱼，合成一圈，叫做画龙，画龙像一条龙似的，在你胸前盘成一个太极图阴阳鱼，穿合点睛，剑指手直穿穿心，此次叫画龙点睛，随之剑指手左旋右带，身体随着左剑指手，随着剑指手左旋右旋，左手持剑也随着身体的左右旋转，起剑平带，平带剑，剑平带往右旋转，剪尖剑尖直接在胸前抹画，顺势右手接剑，也就形成这个背势，接剑穿出，接剑穿出，穿出，上步，上左脚跟右脚扣右脚，形成摆扣顺姿势，剑随之在胸前上风，上风下跌，上风下跌，在胸前形成一个圆圈，上风下跌，剑指手随之配合剑比上风合剑式，下跌分开式，也可以形成啊上风剑式是以单穿手剑摔手，在
风节之中进行步法的配合，摆扣摆扣，其实在这里头体现出了有一个顺势，摆扣顺。顺步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在形成刺剑时，步要顺出去，形成了风节刺。说清楚，风节，风节刺，风节刺，好，旋转一周刺，此次叫做呢，龙腾云海，现身八方，此次。在八卦飞龙剑中是一种剑与剑的连接，起到主宰作用，用于它来形成八卦飞龙剑的完整性、协调性、上下连接。下面我把八卦飞龙剑第一剑青龙升天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我简解一下，第一点，青龙升天，接体式动作，在风打、风截、风打刺中形成，底撩剑，青龙升天。退步，刺，上步跟刺，下剑，反撩，轮踢，退，左脚，剑刺。要万花，下挂，摆，摆桌脚，刺出，跟右脚同步刺出，轮劈，轮劈，在轮劈的同时。上左脚摆右脚上左脚进行轮劈，矫健，矫健的过程中倒剑倒手，倒手，也就是右手持剑通过矫健姿势倒于左手持剑，形成左手持剑姿势，第一点
青龙腾天，回带驾见刘建，万花披剑闭目，打万花下挂的同时，撤左脚摆脚转身，剑顺势向前刺出，右脚向前迈步刺出，剑之手伏在系格上手腕部进行铸剑之势，随之轮劈摆右脚上左脚的同时，进行轮劈双手合剑，轮劈双手合剑，轮劈双手脚剑，在面前胸前穿脚换剑，穿脚换剑，形成右手持剑换到左手持剑。下面我把第二剑青龙入海向大家讲解一下。青龙入海接第一剑青龙升天，青龙升天他从右手剑换到左手剑中持剑，此次在巡回中进行风劫之势，左手持剑风劫步法呢也是用摆扣里摆外扣配合风劫之势，风劫之势可以风一劫一，也可以风二劫二，在这里只说风一从左手换到右手持剑，风一离开顺势左脚回扣，右脚摆身体旋转进行云剪，左手持剑翻剪云剪一周又回来从左向右带过来接剪，形成接剪式，完成接剪式，也就是说左手持剑在风劫之中身体突然回旋，左脚回扣，右脚摆出，身体突然回旋，持剑手也突然向前滚抹带接剪，接六剪，随时左手和右手交换，左手剑剑指，右手持剑进行风劫，风劫刺，风劫刺，交换到右手，交换到右手以后，在风劫之势之中形成了驾剑，提带驾剑，演练第二剑，青龙入海。演成青龙入海，在第一剪青龙升天四变成青龙入海，青龙入海摆左脚跟右脚扣剑，
往右摇，扣剑，在胸前扣剑，右脚随即里扣，里扣，重心前移，拧身，提膝，提左膝，提左膝，看，提左膝，扣剪，提左膝，接上四。从右手又换到了左手刺剑，啊，在这次中，啊，扣剑，起腿，出左脚，剑之手打开，啊，说顺势剑上挑，形成一个圈，在胸前，啊，形成了一个圈，啊，做了一个圈以后，是个立圈。走出以后，啊，走到啊，刺出去，啊，突然间回旋，啊，回旋变成了横圈，啊，这里有带挂，啊，进行带挂，啊，同时双手刺剑，在这次啊，倒手剑啊，倒过来，啊，这是个倒手剑剑刺。也就是说，提刺以前是右手持剑，啊，回穿、挑起，这还是右手剑。随着在运行中，啊，左手接剑，接剑轴，啊，继续，右手变剑指，继续没有剑在行走中进行，又倒了一把剑，啊，剑不可以停歇，是在运行中。把手倒起来，啊，把手倒起来，啊，刺出去，形成了双手合剑，这是进行走一圈以后，啊，接剑，这个右手剑交到左手刺剑，啊，完成第二剑，青龙入海。下面我把第二剑。青龙入海的用法讲解一下。公关含义是对方来进刺我，我迅速剑提起格架，对方顺势绞开皮带刺出，刺出，对方向我胸前刺来一剑，我迅速啊扣开，扣剪不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啊，这是对方向我胸前啊向我下部下盘刺我，我迅速。打开，打开，啊，随时打开，啊，提膝，是也是对方向我腿上下盘横扫扫剑，啊，顺手提膝，啊，挂，挂开来剪来刺，挂开来刺，啊，倒手啊进行刺。在这个倒手剑中的刺法形成啊右手进行刺剑，在这挑起啊左手可以反刺剑，啊，从上往下刺出，啊，再挂起来再刺出，
随时帮对方向我右面刺剑，随时回帮进行推磨。回崩推磨啊，风结啊，转体形成抹一圈，横抹一圈回身一劈一圈，这在用剑啊，退出回崩推磨封结，回抹一圈这是攻防含义。下面我讲第三剑青龙探爪，给大家演练一遍。接上次，风结啊，风结运剪倒手，左手持剑倒到右手啊，回带风结。风结刺，风结刺，下面我把第三剪给大家展示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三剑青龙探爪讲解一下。接上次右手持剑啊，风结上左脚摆扣右脚，风结挑起，剑要挑起，云画弧，胸前画弧挑起啊，并步反劈咬万花，劈剪回带，脚回带撤左脚，回带撤左脚，从身前弧形刺出，并步万花轮劈，轮劈并步，轮劈之势出左脚，左脚向前迈出，同时右手剑咬万花劈，身体下蹲，随次左脚里扣，身体重心
拧转后移，燕拧转，手出，心往手出，拧腰，腰拧，手出，右脚外摆，左脚为身体旋转姿势，在右脚处旋转一周，旋转一周，然后左脚外摆，右脚为身体旋转一周，随时右手剑，右手剑提起，翻提，翻提，一周换剪倒手，在这里摆脚扣脚摆脚，同时提剑，提剑，提剑打浪花，形成一种斜劈，摆脚身体拧腰旋转一周，漫画剑，随着万花姿势，剑交到左手，右手剑交到左手，剑指，右手剑指靠在左手的手腕，目视前方，然后倒手进行，左手进行封，封的同时摆脚上步结，形成封结姿势，上步封结，斜劈打浪花，倒手，左手剑击到右手，在转体时劈剑，接过来，看好，从背墙斜过来，会剪，双手合抱，倒手打过来，又倒到右手上，好，下面我把青龙探爪的攻防含义讲解一下。对方向我胸前刺来，我急速用剑封，封住，封住对方的剑，随时进行脚剑从底撩出，封住撩出，封住撩出，这意思。反手进步，反手，反手进步劈剑，把对方剑封住撩出去，撩出去就是一个劈剑，劈向对方，回身穿戴，赤左脚进行后方姿势攻击对方，攻击后方，并不是为了更快速的接近对方进行轮劈，轮劈对方，后脚的跟进和前脚的迈出基本是一致形成，抹剑后方来劲，
后方来敌，意念从底下盘扫出，转体要迅速要快，是打击对方，打击后方。同时后方进行攻击，我又提剑把后方又扫一开，同时剑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进行风截刺，我把第四剑青龙摆尾给大家展示一遍。下面我把第四剑青龙摆尾的动作介绍一下。风剑在风中行步，步伐要求右脚抵扣，打风打也叫风截，左脚向前迈出，随势步伐摆，左右摆，右脚顺势，右手剑从下翻转向上挑撩携带，随势右脚扣，左脚后掌与右腿右手剑随势从胸前画一圈形，走一个弧形，向后扫出，剑在画弧向后扫出的同时往回摆崩，往回崩，他要求右脚的扣，左脚的后叉步和剑的后摆协调完整一致，协调完整一致，协调完整一致，然后剑继续摆出，重心后移，右脚迅速收回左脚旁侧，转身右转身，剑翻转，手打万花，向上点出，同时右脚借助左脚蹬力
向上，提起，向上提起，剑法中要求手和脚协调一致，起腿和垫地向上，劈点要求一致，随势下肘剑，退左脚，继续起起势，在起剑的同时，退脚三个步，继续用左脚进行合力蹬出，向上蹿起，合力蹿起。下面合力蹿起，踢出，然后右脚扣，左脚后插，形成云抹，云抹剑，反背云抹剑，交手，右手交到左手，进行风截，风截，又倒回右手，下面我把第四剑青龙摆尾的攻防含义讲解一下。在剑锋打的同时，上步锋再上步，对方来剪，我隔开，趁势进行偷袭下盘，在这次对方来剪隔开以后，敌数后插步，不把它插进去，攻击对方下方，崩崩回姿势，是围绕在一次三化中进行下次的攻防进防，对方要躲于我剑，躲开我剑，我借势崩继续前扫，翻身退右脚的同时，上劈上点，劈点分上中下三盘，一次点开，一次劈开，对方要躲于我剑，我急速向上翻劈点，攻击对方上盘，在这次中回身，对方向我进剑，我可以用剑去咬对方的同时，给对方挑开拨起，随之向后窜出，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对方从我身后攻击我，四出进行对方攻击，对方剑法
要求剑走身随之含义，并不上部把剑继续向前延伸，达到记者的预想的目的。皮草对抗刺出之后，这一个反击打万花劈击对方，把对方劈开，抽身扣脚回抹，是把后面之敌啊用剑回扫扫开，进行一个云抹啊，扫云抹姿势，一封三盘，下盘、中盘、上盘，一次长化，去攻击后面之敌，也可以先锋上，再锋中，再锋下，也可以先锋下，后锋中，再锋上，一次三化就攻击对方啊，形成崩剪回刺，继续往回斜劈，从上到下斜劈一周，又把身后之敌又给劈开合化，随之双手在头上云剪姿势倒剪，右手之剪倒到左手上，在云剪之中，也就是说把对方的器械从下到上一次分开，边拨带脚抹开，打击对方。下面我把八卦飞龙剑第五剑青龙现身演示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五剑青龙现身动作要领讲解一下。上右脚封截，上左脚封截，封形成一圈，抹回来一圈，抹的同时右脚摆，左脚随着身体旋转一周，剑在胸前打万花，推出上右脚推出，打万花推出，后脚提起，落左脚打万花向后刺出，上右脚刺出，然后右脚扣，重心移到右脚，收左脚向后擦出迈出，
随着身体的旋转，从右往左的旋转，剑开始从右向左进行云磨，进云磨，身体摆扣一圈，磨磨的同时，右手剪交到左手进行双手合抱，你就形成这个道理啊，磨过来，然后身体从右向左旋转，扣左脚摆右脚，上左步为身体走一圈摇一圈，扣摆，左手剑顺势扫出，磨云，云到右手合抱，双手握剑，此时身体继续由右再向左旋转，扣右脚，提左脚后插，右脚扣摆，随之左手剑之手打开，右手持剑进行磨云磨，又回到左手握剑，双手握剑，然后倒手右手剑之手向前方指出，左手持剑，它的攻防含义下面我讲一下。在风节风节之中，行走之中，摆扣顺是步伐变换，敌对我进行迎面刺激，刺我一剑，我迅速用右脚的扣，左脚的后叉，把身体的中锋让开，剑随势平衡在身前进行围绕一圈姿势，来隔截对方，躲开对方的中锋，隔截对方以后进行磨，初期磨磨磨了磨磨一圈之后，剑为身体画圈到胸前进行啊推，进行推推剑，也就是把对方的剑挑起隔开压上对方的剑，顺势向前推磨姿势，然后翻剪后刺转身，要求呢剑在推磨之时翻翻啊，和后刺与右脚同时一致，在云磨是护防护自己，是防护自己
啊，榆木。榆木。保护自己，在这个胸身前周围形成了一个箭穿，平行的盾穿箭穿，形成了啥呢？把自己合围住，合围住，啊，合围，不让对方近身。在这里，他也有在风。在云母之中，它有一字三化，也就是说，上盘啊，下盘，从下盘起到上盘，这风啊，它是上下合一，进行保护自己，也同时在攻击对方，也就是说。上边云出去，下四箭，扫箭就是攻击对方。下边啊，扫，上扫箭，把对方的兵器磕开。上边就是云魔攻击上方，攻击对方的上方。说他这里头就是啥呢？一防，一攻，啊，一防，一攻。攻防合一，一字三化。下面我把第六箭青龙翻身讲解一下。风节次要求啊，摆脚回抽箭刺出去，右脚向前顺步，右手持剑刺出去，左剑指对吧，撑开，然后摆脚上左部进行围咬即可，第右脚形成一个弧圈形，翻剑翻剪腰，以腰带剪翻过，啊，以腰带剪翻过，摆右脚，左脚迅速扣脚，再摆，再扣，形成了三圈。